台湾是台湾。
拿武士刀过来，他们就带了两个武士刀，对方做的不好，八个人坐了两台计程车就跑了，我们就开了那台货车，然后就追上，只能够追上一台，追上一台的时候下来我们开始杀，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当初还没有信耶稣，不知道那个是不好，但是看到朋友被杀，心里就很痛苦。但是我看那个情形，我实在杀不下去，因为前面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从计程车这样出来，真的很救命的是活生生的，他不是一只猪，他也不是一只鸡，那我杀不下去。Bye.